大家好，我小峰。本视频是 GPT 便携显卡无记忆的性能测试。记忆尺寸长 22.5 厘米，宽 11.1 厘米，厚3厘米。搭载的是 AMD 最新的7000系 7600MXT 显卡。支持两种模式，分别是 OCU Link 模式跟 USB4 模式。本视频会分别测试两种模式接 7840U 新款 GPT Win4 的性能对比。记忆正面对应的是 OCU Link 接口、USB4 接口与电源键。左侧边是出风口，背面一侧对应的是三个 USB 3.2 A 口、SD 4.0 读卡器、两个 DP 1.4 口和 HDMI 2.1 口。Hoping to kill as much of the infected as possible. It worked for a little while. what the hell was that? Tess, you hear that? Yeah. Sounded pretty far away, though. Shit. Are we safe? For now. Come on. What a drop. Now there's the Capitol building. Yeah. We need to get around this mess.所以我应该谢谢你。没错，别忘了。完成了一个悬赏任务是吧？从你的表情我就看出来了。这就是钟楼了。坚持住20年。
视频结尾，我来简单的总结一下两个模式的优缺点。首先 USB 4会比 OCU Link 损失约为 20% 到 33% 的性能，但是 USB 4模式同样有自己的优点。第一，线材比 OCU Link 线软很多，方便收纳。第二， USB 4支持反向的60瓦充电，只需要一根线，而 OCU Link 线材不支持充电，需要额外的充电。接下来关于 G1 的使用感受， G1 的体积是非常小的，支持横放与竖放，散热做得不错，核心温度能够压制在70度左右。缺点就是 G1 加 Win4 会有55分贝左右的噪音，声音较大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做这里，我是小汪峰，想了解更多优质掌机内容可以关注我，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